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到我怀里，不要怕。阿乐一开始就要扮演奎丁的角色吗？太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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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下来呢是哦，下车的是我们的，是恩熙俊跟阿乐。哇，有没有一种组合是让你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着迷？不管内在外在，他们都持续进化，他们就是我们的走中奖主持人，掌声给他们。每年非常辛苦啊，非常热情，准备很多的桥段，准备很多诚意满满，就是要送给我们的创作者。哇，今天阿乐你是一个银河系女神呢。今天是美人鱼。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到我怀里，不要怕。阿乐一开始就要扮演奎丁的角色吗？太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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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的两位主持人来到现场，其实呢，我从恩熙俊你的50万 QA 之后，我正式成为你的粉丝，我对于你的主持哇非常的敬仰。今年你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特别的要送给现场的大家呢？你说现在吗？我等一下表演吹一支威士忌给大家看。真的没有啦，敬请期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真的没有。今年没有酒类的赞助，所以我们不做这种表演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那个荧幕前的酒商们，烈酒商们，记得来信这边，第五届想看到你们，等你哦。那我这边是想要问阿乐啊，就是去年我们在走中奖看到了阿乐的音乐才华，今年你有要负责表演，或是今年我们的典礼可以期待些什么吗？今年的话就是可能没有什么音乐可以展现的，但是我们就是负责多讲一点干话。对，然后控管时间啦，我们今年就扮演就是控管时间的小精灵。我觉得今年的状况每一年都一直在进步，因为你们也从第二届嘛，第二届你们就接红毯，一路到现在第四届，其实整体的流程越来越精细了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分工也越来越完整。那我们今年就是负责控场，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。真的从第一届开始观礼，然后看阿乐还有恩熙俊在主持，然后第二届第三届，其实我也觉得你们的主持每一届都在进步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今天晚上典礼也要交给你们了，欢迎恩熙俊跟阿乐，谢谢。期待他们的主持，期待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